抢啥嘢？攞晒你嘢。咩名？何金银。身份证。阿 Sir， 你睇我而家全身仲边度摄得落张身份证？咁你认唔认得嗰个老粒你个样个人啊？唔明。我系问你啊，认唔认得老粒你个样个人个人样啊？阿 Sir 系问你认唔认得老粒你个样个样啊？认得都算数啦，其实我系自愿嘅。自愿？我系自愿啊，大佬。件事系咁嘅。正话我经过呢度，就有个衣衫褴褛嘅男人走埋嚟问我攞20蚊买嘢食。咁我见佢几可怜啊，俾佢啦。点知佢又话仲有个老婆同个仔冇嘢食，冇衫着，好冻。阿志走埋嚟除我啲衫，攞埋我银包，仲问我介唔介意。咁我话介意，梗有啲嘅。但你咁惨啊，由佢啦。条底裤我自己话要除嗰啲，我见还是都系啦，帮人帮到底啊。但我惊俾人拉，话我当街老鞋，咁所以我报定警，大家沟通咗先咁咯，就系咁啫。明白。PC263 24喺街口发现一件露体狂，唯有轻度弱智兼阻差办公，即刻派架车嚟啊！唔该。你有冇听错啊？需唔需要我再重复多次你听？行啦，弱智露体狂。阿常，我讲真嘅啫，我真系好可怜嘅。呢个世界有你呢咁嘅人啊，真系可怜啦。遗留的一吻，情怀难自禁。连我口竟不对心，开始放任。你冇事啊嘛？我得噶，我完全冇问题嘅。学生你好。你好，阿黎。送俾你嘅。啊！哇，多谢你啊！傻啦！揸手先。好啊，嚟啊！你好怪啊，我从来都未识过人好似你咁嘅。过奖啦。点都好啦，我要多谢你演唱会飞。阿黎，你今日何苦呢？你啊，唔使怕重喎。唔好逼我啦，阿黎。你哋好啦。喂，唔该晒你啊，真系。唔该咩？总之唔该啊。鬼鬼祟祟，你身有屎啊？诶，中啊。外卖仔，寻日一识就打车轮，今日都怕开房啦。你讲咩啊？呢个我朋友嚟噶，我唔该你尊重啲啊。喂，要玩你咩？唔信啊？打我啊！打啦嘛，唔够打嘛，嚟，仲打咩啊？你已经受到应得嘅惩罚。咩嚟噶？相信系屎嚟噶。得。叔啊，叔啊，去边处啊？边处啊？出行下啫。哎，唔好。点解？太唔似样啦，如花，你出去睇睇个情况。包大人出嚟啦！有嘢啊，大人。咁啊，打我门。叔啊，安全安全，出嚟出嚟，冇事冇事。啊！欢迎你扑街，唔知系咪欢迎你话叔？点可能啫？我都唔系叫你扑街。你太又靓噶，慢慢拣啊，买菜啊，帮衬下，买翻两斤啦，好靓啊啲菜。睇嚟大家都系针对我啫，直情系啊，真系失败，钱都打唔到，搞到神憎鬼厌。我一定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，因为儿童就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，只要他们喜欢我，我就有希望。小朋友，小朋友乖啊，哥哥锡。你叫我怎么估得到一个小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口水？你说是不是啦？包大人，你在哪里啊？大人，包大人。大人啊，原来踩过界，我们拧你埋台底，不是好没面子？嘈啦，喺树头阿梁文几好。他现在气势强，我专登壮大他的胆先，等他就容易做错嘢，个气势会转翻弱。到时咧，我出其不意行出去煎他的皮，插他的骨。咩啫？我在研究点食软猪，你都要偷听嘅。系啊，十三哥。冇咁乖，判咗死刑啦！系啊，佢哋话你勾结汪洋大盗，贩卖军火，推阿婆落海，强奸只猪。我绝对冇强奸只猪，系佢哋要屈你啊嘛！
諗你死緊㗎啦，所以我同阿余商量過咧，喺你臨死之前同你百家樓點炮，特登揾個黃花閨女同你打腫。老大，我都要。睇你下次先啦，如果講唔到啦，又會打腫啦。蓮花，嚟快啲，快啲，快蓮花，真係你？唔係我，仲係邊個？唔好嘥時間啦，快啲嚟啦！有為，攞塊黑布過我蒙頭，然後入閘。唔使，我有支新招叫無敵撞穿牆。我愛你。好啊好啊，仆街。做咩？你唔好問我啦。你感覺唔到咩？眯埋眼先。又眯埋眼，上次仲俾你打唔夠咩？我唔會打你噶，我只係想揾一個人傾下偈咋。冇乜好傾嘅啫喎。我空虛，我寂寞，我凍啊。咁大鑊啊！日日对住班臭男人都冇一个讲到心事嘅，我都系臭男人嚟啫。你冇咁臭，咁系揽住我，使唔使啊？我唔会呃你噶，我净系要一个唔系好讨厌嘅男人，你都温暖我啫。真唔掂喎，咪都系做善事咯。咪又系咁啦，男人风利事添啊，讲明啦。仆街，你眼定偷我啲女？系咪想搵交啊？全王的安慰朋友繼續偷我的兩個人來的，是他說做雞做到悶做到沒人，我當然安慰他，你都是雞還是老雞，你有沒有曾經有時覺得空虛覺得寂寞覺得凍啊？有，關你什麼事啊？不關我事，我做雞就都想雞了，好，他一沒心機就當晚，天下就會生氣，一生氣就不來，不來就執笠執笠，我就睡覺，你夠膽說不關我事？你寶，我就可以忍住收起他兩年下，收起兩年跟你執骨，忍住就沒事發，我的兒子是你生的，我看你我得多久，我到你為止。化妆靓过化妆，做鬼我做人，我做人夹到你抽筋，做鬼吓佢吓人。坦白讲啊，我唔系你徒弟嚟嘅，更加唔想系你徒弟。大师，我知你慈悲为怀，你当系放过我啦，好嘛？你知唔知乜嘢系噔噔噔噔噔噔？咩噔噔噔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系。Only you。我已经话咗唔得㗎啦，你仲要我咁嘅，你完全唔理我屋企咁难受㗎，你唔好再烦我，我一嘢怼死你。